先检查分层，看这套装也看就是氪金选手。这个梦游血库一般很难抽出来，看名字 CNIMQ， 简称字母哥，多喝连很少有人知道的三单跳都会。这么着急的往前冲，肯定是对自己的实力是非常有自信的。但是你再怎么牛不一，也没有我牛逼牛不一。看这身法如此之丝滑，目测这个氪金选手身法哥段位是巅峰以上，甚至可能达到传说。来，静静的先看他装一波。这也不行啊，实力不及我局牛逼选手的万分之一。 OK OK， 轮到我转场装逼了，我必须把对面打得连他妈都认不出来，彰显我局牛逼选手的实力。人呢，快点出来给我送，一点眼睛见都没有。 OK OK， 我家氪金选手神马哥发货了，说他残了。行行行，我必须收下扔起我的长岛大黑拳去验证一波。想当年我局牛逼选手的一双长岛大黑拳直接打遍长岛无敌手，直接把老大打得跪下来叫父亲，看我如何在这神法哥面前实力装一波，一拳抽飞这个对面只会躲的小卡拉拉。喵个咪的，这真能躲呀，我找了两块年半终于发现他了，直接劝他。我直接抡起我的长岛大黑拳，直接给他棒棒两拳。哎，怎么还不死？神法哥你管这叫残？看我刀枪怎么弄。神法哥你给我出来，你管这叫残？我打不死你。哟呵，我还没对他谎报军情算账呢，他现在开始来质问我了，几个意思？是质疑我军牛逼选手的实力吗？喵仔还问我为什么不掏枪。喵仔，不是你说残的吗？我才抡起我的无敌大黑拳。不是不是，对面两个小卡拉你想干嘛？没看到本牛逼局选手在打字吗？一点眼睛见都没有。好好，我直接把你打你妈都不认识。还有一个是吧，都是送的，你也直接给我坐下啊。下下下 OK OK， 故意送一下，是想看看神法哥的操作。神法哥打字说大残，这服了，你还在纠结这个问题？那我这波是残了，是大残。神法哥你直接给我拳他，太狗了吧，这一定是个假神马哥。喵个咪的，毒都快刷完了，两个卧龙公主还没打起来，跟我在这里秦王捞住呢。神马哥没实力，直接被人家堵在群里面打，毒都快没了，直接听本牛逼选手的话，当一个老就抽死啊。 OK， 这把本局牛逼选手不再低调，直接展示一波实力好吧。难道不知道长脑大喷子选手就是我吗？橘子嘎嘎帅嘎嘎稳，这把必须一喷一个小朋友，把对面打的他妈妈都不认识。想当年我一人一喷，直接把老大打的认我做义父，看到没？这就是我局牛逼选手的实力。大喷子如此之精准，我看还有谁？好好好，另一个小卡拉拉直接看都不看我一眼，直接把你打的你妈都不认识，直接给我坐下。不愧是我局牛逼之选手，又被我抓到了。这神法哥不行，必须要问一下我牛不牛不一。好好好，这个神法哥理都不理我，又直接展示他的身法了是吧？啊，哎，对面有人发爱心，是认出了我绝牛逼选手的身份了是吗？啊 ，OK OK， 等我直接把你队友收拾掉，然后再来给你清道清道。你那小卡拉没队友，碰到我还不直接给我坐下，打他妈都不认识。OK OK， 有实力有眼光，今天能认得出本尊。哎呀，我家是个没实力的，是想自雷一起死是吗？太没实力了，这个神法哥连雷都不会发。没关系，让我和我的小迷弟清道清道。哎呀，他在打我干嘛？好好好，假意投降是吧？你看我打不死你。又和神马哥又发话了，说快点打，他要睡觉了。那直接睡里面一起来嗨，这把就不赢。我局牛逼选手这把就实力演一波，直接送，直接举白给，就是送，举白给，看到有雷直接炸到自己。不愧是我局牛逼选手，演都演得这么香。好好好，敢对我发，避免是吧？这个神马哥选手，难不成看出我刚才是演的？那这把不装了，摊牌了，我就是大佬，我就是牛逼级选手，直接发起猛攻，打不过我直接头上马桶，到底是奥利给，给我等着，必须吊打，必须打的他妈妈都认识不出来。不是几个意思，这个巅峰以上身法哥选手怎么我还没到他就没了？没实力不会是大师吧？ OK OK， 不就一打二吗？轻轻松松直接吊打，记住橘子嘎嘎帅嘎嘎宝，直接吊打他的，给我坐下。喵了咪的，两个小老兵还给我憋上了，要不是野你们早没了。